好北镇小基金计划带头的热来社区气候灾区伫社区活动中心办理婚姻观参详、心意甲参与式预算计划，青年推广社区成果展，即届计划联合镇内七个社区甲布袋戏馆共同开发在地社区观光游程，嘛结合社区特色，开发出社区风味餐、甲农产小食 DIY 课程，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好北的风土民情。中辈伫舞台顶展现学习的成果，好北镇小基金领航社区热来社区，浙江办理婚姻观参详心意以及参与式预算计划成果展，透过展示社区特色餐点含手工艺 DIY 以及游程规划，希望让更加侪人了解好北在地特色。我们联合了其他的社区，包含丽人、平和、西屯、北西、顶西、绝头等七个社区一起来做我们社区的一个推广。我们的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有大吃，就是我们的风味餐，小吃就是我们的特色小吃，还有各社区的 DIY 的特色展，期望在未来的社区的一个发展，大家可以共同协进。本次的计划是联合镇内总共七个社区，作为针对亲子教育、社区推广、努力培育知识等等方面来努力，参与的社区是都非常肯定这款的规划，也希望借着这个计划达成各社区之间的合作，达成整体社区的提升。那我们参与这个社区之后，我们发现到我们的福利能够推广到更多的地方。本来我们可能只有自己社区在活动，那但是呢，我们现在开始参与这些小旗舰，还有参与市预算之后呢，我们发现我们可以融合其他社区，大家共同来举办，任何的资源都可以共有共享，然后分享给所有人，然后把资源更广泛的运用，让我们政府的制度能够推广到各个人的身上。丽人社区湾有大吃跟小吃的部分，大吃我们是那个风味餐的部分，我们有用三色蛋啊，也很感谢那个热烈社区还有平和社区，我们一起把这个活动把它共享盛举，把它完成这已经达到说大家共同参与的一个方向，我们社区会越来越进步啊，社区的居民也愿意来参加这个活动。透过社区参与式预算的规划，那增进居民的福利和产业发展，也借由各社区之间的合作，让整体发展会当提升。记者林宏彪采访报道。